冯一鸣综合报道。CHOCOTV 自制 BLG History 二第一单元首播获好评，造成平台流量瞬间暴增，而演员姜长辉和张行两人也大受网友喜爱，纷纷留言我可以。在戏里张行扮演的角色因为高中喜欢男生遭受同学霸凌，在暗巷还被坏男人上下其手差点失身，最后姜长辉出手相救才解除危机。两人说为演出这场戏做了很多准备，张行表示这场戏为求逼真，我是真的喝了不少酒，快把自己灌醉，所以有一瞬间我真的有一种厌世的感觉。他还补充，那时觉得全世界都不理解我，只想自暴自弃。这场戏对我来说真的是很大的挑战，不过因为戏里姜长辉赏了张星一巴掌，也让他觉得印象很深刻。他说当下觉得姜长辉是来真的，一巴掌打到张星头昏脑胀，真的很痛。由于题材走的是少见的男男恋，两人不但私底下不忘培养好默契，还常常宝贝上口聊个不停，让张行觉得很害羞，饮酒过量有害健康。姜长辉所跟张行在直播玩爱的面条游戏 CHOCOTV 提供是非探讨男男恋问题 CHOCOTV 提供